竹子上有根毛吗？对，根红木。哦，有根毛。对，根红上的毛。马上就弄。好，身上不下看。如果等我练会这个法术，师傅是不是就可以带我出去玩了？带我出去玩了。那你要答应师傅三个条件。何止三个条件，师傅说的条件我都答应。亲自教导你法术，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儿。人家阿丽这么漂亮，可怕，让师傅喜欢呢。